老公，哎，快把酱油拿来，再扒两头蒜，我着急，一会儿就排练了。来了来了。妈，今天晚上的饭我已经给你做好了，药就放在你床头了，记得吃啊。我可能稍微晚一点回来。去吧去吧，我没事儿。我说姑娘，这是你最关键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加把劲儿啊，争取考上你理想的大学。知道了知道了，你快去吧，别让李奶奶他们等着急了。几个部门经理要聚一下，您能出席吗？哦，今天不行了，晚上我有一个更重要的会议，你们先聚，改天我请你们。